的部位跟前几年不太一样，我也第一次这么挖，然后这里挖，对，蛮喜欢的。这是澳洲设计师品牌 Outdoor， 然后我带了宝格丽的珠宝，对，然后听说这个项链有800多颗的钻石，我觉得很美。然后今天也带了我喜欢的 BG01 系列。紧张吗？因为又第一次来高雄巨蛋，所以但是好像紧张还行。我只怕就是我要把它顺一下，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对，但好像还 OK。900多万。今天就是比较可以享受整个盛会，然后因为今天要颁的奖是我上次拿的那个奖项，所以又特别的有意义。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心，然后对，祝我的朋友们得奖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